什么都没说，这是注定的，在劫难逃的一场别过。蜡烛渐渐熄灭了，窗外夜色变沉默，孤独在此刻停止了诉说。难过是我，你像一阵风吹过，我像一片云散落。其实我们之间爱的没有错，你像一阵风吹过，我像一片云散落。或许命中注定你不属于我。郑小学那边搞定了吧？你就不怕方公子他？有一句话叫斩草除根。走开。喜欢吗？走。不走。我不会再放弃你了。舍不得我。哇，你来真的。冲我。哇。哇，小花猪，你等等我。石楠，小花猪，小花猪，都是肌肉啊！住哪啊？没地方住。你那么有钱还能没地方住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你不知道，我们家老头子把我卡全收了，穷光蛋一个，你收留我吗？啊！哦，越来越痛了啊！哦，真的好痛啊！你做人民教师能不能善良一点啊？好疼！松手。嗯。他说他没地方住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啊，小花猪就这么。叔，你这儿差一个刷碗的吧？你看看我行吗？哎，敲饭碗，不缺。我告诉你啊，就你这态度，我迟早把你店给收了。哎，叔，我跟你说，我这是不太会做饭，但是我体力可以啊。我说你们这些有钱人是怎么想的？好日子不过，你来这瞎折腾什么呀？我跟你说啊，就你这样的态度，我明天就把店给收了，顺便把你给开除了。叔，我还有一项技能，就是我会变魔术。我们这里不是马戏团。耍猴你会吗？端盘子总会吧。会，这是我超级强项。叔，你，谢叔啊。叔，你别，干活去。不是有试用期吗？是那个呆子。
常情况，秦公子。哎，叔，走走走，叔，这我觉得这儿特别的好，我没有什么其他要求，管吃管住就行。也好，还能帮我看店。那太谢叔了。我还有一个小小的事情请教您一下，就是我们家那个小花猪，平时都喜欢吃点什么？这样吧，明天呢，我给你列一张他的饲料清单。哎呀，太谢叔了！我也不是白帮你，有条件，请说。我知道你们集团有一个特别好的养老院，给我留两个名额。我给你时间。早点睡。谢叔啊。小花猪，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花猪蛋糕，你要尝一口吗？好的好的。好吃吗？真的吗？没事，这个我经常做，对，从来也不出手啊。什么？要抱抱，好好好好，来，啊，你要喜欢的话，我天天为你做啊。什么？你要亲亲？我有什么干不出来的，真是，校长，你没事吧？啊，秦老师，和你没关系啊。石老师，你给我出来！哎，校长！比我还幼稚。同学们啊，是这样，人生当中啊，特别是男人，他总会有失败的时候，但是我们人生有第二次机会，我们青春的小魔术变起来吧！你说什么？让秦飞来支教？方老师本来就没有结束这次支教任务，找人代课很正常吗？况且，他有教育局的特批。难道我们学校就一点门槛都没有了吗？他有教育资格，这都是小事儿，还有更大的事儿呢。什么更大的？我们要并给镇小学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们这里学生本来就少。招生情况一直不好，这是迟早的事情。那孩子们怎么办啊？去镇小学的路那么远，这怎么想的呀？你让我怎么办？你让我怎么办？你让我游街示众吗？那不会管用啊！好了，出去吧，出去。每次就只会说出去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件事情你一定要负责。这么多年转给你的钱，都取出来吧。妈，你别问了，有点事儿。同学们，
你们秦老师啊，以前有一个名字叫做大卫秦，那是一个伟大魔术家的名字。好了，显然你们也不知道，不过没关系。今天啊，秦老师啊，就给你们来一段小小的魔术，你们想不想看到一朵玫瑰花？想。想，对不对？你们数三二一好吗？预备走。三二一，走你！厉不厉害？厉害！掌声鼓励一下好吗？好了，那变完了玫瑰花，你们是不是该吃饭了？那就吃起来吧。难道这里是幼儿园吗？只有变了魔术，你们才肯吃饭？你看你们这位老师，对你们那么凶，对你们撒气，哎，哎。一会儿再跟你说啊，小花猪啊。嗯，反正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我在想，你们能不能先借我一点钱？如果学校真的被并了的话，我想给孩子们买一辆大巴车，我来接送他们。妈，哎，石楠啊，你听妈跟你说啊，这。真不是妈不想借给你钱，咱们这儿啊刚装修完房子，还得看民宿呢，哪儿那么多钱啊？爸，爸，是吧？嗯，那个民宿可以晚点开啊。嗯，就这么定了啊。哪儿来那么多钱呀？你有私房钱？我有病，睡觉。秦小姐，你又漂亮了。校长。啊，石楠啊。这位就是石老师吧？金姐。哟，认识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们认识吗？不认识啊。啊，也好，也好，也好。对了，校长，我来是想跟你说，学校一旦病了也没有关系，车我来搞定，我来负责接送孩子们。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呢啊，我们学校。不会被合并了，是吗？那太好了。这得呀，感谢我们金大小姐，是我们金大小姐出面解决的。我们金大小姐还说了啊，要出一笔钱，改建我们学校。那个金大小姐啊，那个款，不啊。多谢金小姐了。不客气啊，这也是方佐的意思。对，毕竟他是我的未婚夫，力所能及啊。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出去了。走吧。等一下，石老师。来，回来。我想跟您聊几句。聊一聊。校长，回避一下。回避，回避，回避。我出去。秦小姐，好好聊啊，慢慢聊。好好聊啊。好，拜拜。坐吧。我呢是个生意人，我就不拐弯抹角了。既然我能当面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也可以使这件事情变得更严重。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你值得我去威胁吗？我只是在提醒你，我知道你是一个有爱心的老师。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还有必要让我直说吗？石楠老师，我告诉你。收一下你的廉价的爱情吧，离我们家方佐远一点。好的爱情是给男人铺路的，而不是给男人挡路的。你能明白吗？好好想想吧，石老师。真的是你的绊脚石吗？
见了，方老师。谢谢你给的所有快乐。就是一点小感冒。你跟妈好不容易出一趟远门，你们就多玩几天再回来啊。我是谁呀？我可是石楠。嗯，好，嗯，拜拜。快去上学吧！你一个人能行吗？小鬼头，别在这儿跟我装男子汉。我是谁呀？你是石楠啊。知道就好。快走吧。那我走了。嗯。拜拜。怎么会这么巧？来这儿出差吗？我记得我们金立集团在这里好像没有业务的。说正事，请讲。有人向董事长投诉您剽窃了 LH 公司的设计方案，所以董事长现在就想见到您。人呢？董事长正在家等您呢。我跟你说，江总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觉得我前面是这种人吗？不可能的。还是等您见到了董事长，您自己向他解释吧。好的，明天就回去。干什么？叱咤风云啊！请，请吧，秦少爷。叱咤风云，我杨玉成。给我个小时，我去送个礼行吗？董事长正在家等着你。就一个小时，行吗？对不起。什么？都长本事了是吗？这个女人，你不要，我要。但是如果作为我的女人，我是绝对不会让她哭泣的。可是我没有力气再陪你们玩下去了，那就彻底接台下我们这些有钱人。你心心念念的那栋老宅，一不小心就被我们金家给买到。什么？给我联系一下 LH 设计部的张总。您是要釜底抽薪？突然想你了，大叔。老板，这里有没有鱼丸面？要不要海苔？你怎么知道我爱吃海苔？有一句话叫“斩草除根”。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花猪蛋糕。
你说什么？让秦飞来支教？还有更大的事儿呢，我们要并给镇小学了。你说什么？收一下你的廉价的爱情吧，离我们家方佐远一点。真的要说再见了，方老师。有人向董事长投诉您调起了 LH 公司的设计方案。快去找叔。叔叔。小子，从小就一直跟我对着干，我养你这么大，到底有什么用？我都不知道，像你这样的父亲，我努力有什么用？让。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我曾经那么相信你。是命令每个研发部的同事同时发一条短信：大暴雨不来，小暴雨会来。放手！我不想跟你动手。我想跟你动手。我们不再分离。